需要修改衣服的就是我。凉了，把衣服脱了。还要脱衣服？不脱衣服怎么凉？哎呀，不就脱个衣服吗？哇，我就猜到这是 DI 的时装，款式真的不错哎。别摸皱了，一会儿还得送走呢。一会儿。 该不会是今天下午 DI 集团要举行的夏季时装发布秀吧？天哪，天哪！刚才那个人，十有八九就是知名模特许墨尘。你想多了，怎么可能？整个时装圈的 size 都在我这里。喂，任旭啊，下午有空没？怎么着？是不是想请我吃饭？只要你帮我这个忙，这饭我肯定请。 听你的口气，肯定不是什么好差事。许墨尘，嗯，许墨尘，喂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正想找你帮忙呢。是关于炎夏的事吧？是啊，你不但人长得帅，还聪明。炎夏呢？在里面。 连背影都这么帅，我想问你 ，DI 集团的首席男模许墨尘，他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那他家里有些什么人？他有一个中了风的父亲，在疗养院。傻笑啥呢？捡着钱了还是收到礼物了？ 都不是，那你傻乐个什么劲儿？许墨尘，他没有女朋友。在我看来，许墨尘喜欢的应该是那种时尚，而且知性的女人。哎呀，像我这种不爱打扮的、邋里邋遢的，他没感觉。你没骗我，骗你有什么好处？听你这么说，我刚才将死的爱苗又重新燃起了希望。你真喜欢许墨尘啊？嗯，言夏。 你真得帮帮我。好，在我能力范围内吧，我一定帮。一会儿许墨尘来医院了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懂，我回避，把空间留给你俩。这个聂思琪该不会是想不开吧？不可能。 就凭我这个长相，不至于看了就让人想自尽吧。再说了，她又是个没心没肺的傻大姐，怎么可能为了我做这么大牺牲？许墨尘，该不会在路上出什么意外了吧？对了，就当做是对室友的关心。哎，关心这个词儿好。哥，居然敢挂我电话！ 我还就不信了，把你厉害坏了！挂我电话，喂，干嘛？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家呀？你怎么今天突然关心起我来了？哎，你别误会啊，我这可是站在室友的立场上，偶尔关心一下。我现在很忙，别烦我。那行吧，知道你没事就好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盼着我出事儿啊？我说你别老用妇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行不行啊？好你个人畜，你欠抽是不是？谁是妇人啊？人家是黄花大闺女。哎，口误口误，行了吗？那什么啊，别太晚回家，我还要找你算账。你不说这事儿还好，你给我，喂，这一刻我突然觉得好放松啊，终于摆脱剽窃的罪名。那我的罪名呢？你什么罪名啊？偷窥狂。偷窥是惯性，如果想摆脱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洗耳恭听。首先，你要试着相信别人。如果你还能时常保持微笑，又可以相信别人的话，那你算得上十分完美了。你这是在损我还是在夸我？那就要看你怎么想了。不过，还是要谢谢你，当初要不是你让我签下那份合同，我也不会有去 DI 学习的机会。丁总，我会遵守比赛规则，尽快去公司办理离职手续。丁总，再见。宁夏，放心。我不会因为这点挫折就放弃自己的梦想，我会坚持自己的信念，永远力争到底。你怎么了，宁夏？我没事儿。我不是告诉过你要多休息，怎么会那么不爱惜自己啊？医生，他到底怎么了？医生，丁总，你请回吧，我要休息了。医生，他到底什么病？丁总，我要休息了。别等了，许墨尘应该不会来了。你不是说他来找你的吗？是丁文孝请他帮忙来找我的。啊！相信你已经把结果告诉言夏了。那好，还请丁总把心放回到 DI 集团的上市上。至于他的离职，交给我来处理。时间也不早了，你也早点回去。明天公司见。是病人家属吗？不，那你就是她男朋友吧？你也太不注意了。你女朋友是因为劳累过度，肝功能异常，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有可能会引发肝癌。该不会又是这个问题吧？我知道你不喜欢炎夏，但你也没必要在公司的股东会议上提议和炎夏比赛。只要是公平的比赛，就不怕被人输。怎么，你担心我会输吗？站在公司的立场，谁输谁赢并不重要，完成 DI 的上市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的设计能和炎夏的设计相结合，那么我相信后两季度的业绩绝对没问题。只有完成 DI 上市的目标，文晓才能真正属于我。 当 DI 大楼时，我才发现自己是如此的微不足道。如果有一天登上顶峰的时候，我是否真的能够站稳脚跟呢？蔡宁。 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，如果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请你谅解。我知道穆总监也不喜欢我，所以麻烦你替我跟他说声谢谢。蔡宁，5分钟之后通知设计部开会。是，穆总监。我送你啊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拒绝别人的好意呢，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。虽然我们在 DI 当不成同事，但你也别忘了，我还是消逝光年的股东。上车吧。 我最近听说，你们 DI 内部举办了一场比赛，而比赛的胜负是选择开除设计师。文晓，这未免也太荒谬了吧！以 DI 目前的状况，想要独立上市的机会微乎其微。如果真要上市的话，只有并购，成为别人的子公司。可是并购并不是我想要的。那你为什么会同意这场比赛呢？这场比赛并不会改变现状。 只不过是更改了设计部的工作模式而已。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？你不明白没关系，但你放心，我可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。喂，何贝。穆总监，这是我们筛选出来的这一季度的设计稿。你确定这些都筛选过了？嗯。 有些是丁总确定的，您如果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不用，我自己跟他说。好，这季男装部分先确定，也就是这次比赛需要的设计稿。我希望最迟后天可以看到。至于女装部分，我明天会交到你们手中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 没问题的话，就散会。这么着急找我，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线索？没有什么线索，不过我好像暴露了，怕如果再跟下去的话，反而会断了线索。这件事要不先暂缓一下吧？行，先暂缓一下吧，随时等我通知。嗯，好。如果剽窃者不是墨尘，那何贝怎么会被跟踪？ 终于脱离苦海。嗯，这个结束意味着另一个开始。说得好。不过说到这个，我是要批评你的。批评我？我怎么了？你该不会是还在怪罪我没给你当模特的事吧？我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？那你肚量这么大，还怪我什么？ 怪你当初不该找我改衣服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就不会进 DI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确实要怪我。徐墨尘，其实有一点我不太明白，你看，你这么有名的一个模特，怎么会找到胡同中不起眼的消逝光年呢？这个要感谢你的闺蜜聂思琪了，要不是她在网上将你的店铺信息发布出来，我怎么会找到你呢？我都忘了她。对。 聂思琪特别喜欢你，在医院那天，她知道你要来，等了你一晚上。可我不喜欢她。徐墨尘，你在大众眼里是个暖男，你不可以这样说话，伤人的。对待爱情不能委婉，必须直接。看不出来，你还挺狠心的。该不会是跟丁文笑学的吧？他不是我学习的对象。 我和他不一样，对，千万别学他。哎，那个人脑子……今天咱们不提他了，今晚咱们和同款，来干杯！啊，干杯！你干了我随意。灵珊，这么晚了有什么事？我是你的未婚妻，就算晚上来找你，还需要什么理由吗？我怎么听你说话带着气啊？我能不生气吗？炎夏都已经被开除了，为什么还选他的设计当夏季新品？我之所以用炎夏的设计，是希望你们的设计融合，而并不是全班照他的来。比赛时已经证明了我的实力。 我不需要借助手下败将的设计图来完成 DI 夏季的设计。我知道你讨厌炎夏，但是对于他的设计，你总不能否认吧？你别先急着否认。当我穿上他的衣服，走上 T 台的时候，我留意了你的表情。如果你站在我的立场的话， 你就不会这样想了。那你站在我的立场想过吗？为了 DI 上市，你隐瞒我们的感情，看中一个外人胜过我。我只是在完成我对我父亲的承诺。那我帮你完成。还有，别忘了你对我的承诺。再坚持一会儿。 没事儿。你喝了那么多，能不难受吗？我到了，谢谢你啊。跟我客气什么？以后有什么烦心事，随时找我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等一期半妥，尾款立即支付。没问题。 盯紧资料上的人，我要知道关于他们两个人的一切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孩子怎么了？这是？哎呦，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？孩子，这多伤身体啊！啊，妈啊，我不是伤身，是伤心。不是，宝贝儿啊，这好好的伤什么心啊？ 我没有办法把爸爸留下的手艺让全世界看到。我承诺过爸爸，可是我根本就做不到。哎呀，你这傻孩子，傻孩子呀！哎呀，别哭啊，谁让你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呢？啊，妈，尽力就好，别勉强，好吧？我是不是很没用？ 你可是咱们家的顶梁柱啊！啊！可是我撑不住了，我想爸爸。别哭啊，别哭！我跟你说，你说你弟弟要有你一半的心，你就不会这么辛苦。 我一定要想办法让灵山和炎夏的设计在下季度的新品中共存。丁总，您需要的资料。要是有人问我，你就说我去和厂商开会。是，丁总。早知道喝酒头会这么疼。 昨天就不应该喝那么多。哎，炎夏，你回来啦！我这儿正好有件衣服，我想要修改一下。你看我这个裙子啊，买短了，我想加长一点，又怕不美观，你帮我看一下怎么修好。这件衣服呢，可以在腰上加一些修饰，加强腰身的点缀，材料可能会不同，但是更有设计感。哇，真不错呀！不愧是 DI 的设计师啊。那这件衣服就交给你了，2天后我来取，好吗？好，您放心。好。DI 设计师，那都是过去了。 欢迎光临。丁总，这么快就投入工作了？爸，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。 你失去的，我很快就帮你夺回来。我一定会帮你夺回来的。离职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忘了跟我告别了？丁总，不是，我现在已经不是 DI 的员工了，应该叫你丁先生。丁先生，麻烦你能不能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？不能。 我说你烦不烦啊？你不是承诺过不追究我剽窃的罪名了吗？我现在是自由之身，跟你跟 DI 都没有任何瓜葛。的确，你跟我没有任何瓜葛，剽窃的罪名也洗清了，但不代表你自由了。怎么，想绑架我？绑架人可是犯法的。犯法的事我不做。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比赛输了的确要离开 DI， 但不代表你能摆脱 DI， 只是换了工作地点。别忘了你跟我签过什么。不平等合约。 如果通过实习，将成为 DI 正式员工。合同生效后5年内，必须以 DI 集团为重心，禁止转让转载一切设计，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啊？你是说我通过实习，成为 DI 的正式设计师了？所以还请你履行合约，否则追究法律责任。嗯。 对不起啊，兴奋过头了。我接受。对了，还有，你必须在今天内补齐拖欠公司的所有设计稿。没问题。啊。丁总，这个是不是有点为难人了？如果你能在今天之内补齐，奖金5万，前提是12点之前，过时不候。没问题，为了5万，我拼了。蔡宁，10分钟之后你去通知设计部开会。是。 许先生，这么快就进入备战状态了？设计部已经晚交设计稿了，我不想 DI 上不了市，是因为我。如果你是为了 DI 上市这么做的话，我也很开心。但实际上，你这么快的投入工作，应该是怕失去文校队吧？我不想讨论这个话题。 我去开会了。灵山，你对文校付出的越多，带来的伤害就越大。这个炎夏还真是个彩礼。虽然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但是为了能还上欠许墨尘的500万，我也得拼了。周琴来我办公室。男装部分还是缺乏时尚要素。 可以再加强。至于女装部分，你们手上现在拿的是我的初稿，我希望你们以此为基础，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设计稿。设计部进展怎么样了？穆总监正在紧锣密鼓的开会，我相信很快就有结果了。灵山要是提前交稿，那炎夏的设计稿不就等同白费吗？新品有可能再面临和上季度相同的状况，我必须要加快动作，赶在交稿之前。 丁总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帮我准备素描纸和画笔，晚上送到我家。是，丁总。还有，帮我去会计部取5万块现金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云霞，别让我失望。 还有10张，现在还有7个小时，拼一拼应该还来得及。怎么，是担心我们设计部交不出来设计稿，还是专程来关心我的？我一直都很相信你的能力，从来就没有怀疑过。那就是专程来关心我的喽。 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难道都不值得换来你一点点的关心吗？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，在你心里，到底是 DI 重要还是我重要？你和 DI 在我心里一样重要。宁山。 关于这次新品的发表，我有一些个人意见，明天上班的时候交给你参考。你什么时候对设计感兴趣了？只要是关于 DI 上市的意见，我都感兴趣啊。好，不过要有设计理念，而且跟我的不冲突。XL 号已经售罄了。 这个版型上身的话，还是紧身点好看。一般我都建议买小一码，根据您的身高体重 ，L 号应该更合适。我也觉得贴身点好看，就 L 号吧。我现在就拍。好的，收到了。如果效果不错，请5星好评哦，谢谢。这么卖命啊！你走路没事，你干嘛扮鬼吓人啊？我这么帅哪像鬼啊？切，我真没看出你哪帅了。 帅不是看长相，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那才叫帅。倒是你，别跟那言下学，你想让整个9条街都以为你是个悍妇啊！你才别跟那丁文笑学呢，偷看我工作，这是变态啊！我哪儿变态了？我跟他比我好多了我。我倒是你没义气，他都把言下开了，你还替他工作个什么劲儿啊？我哪儿没讲义气了？那么高的利润，我把丁文笑的钱赚到自己的口袋，不就是最好的报复吗？ 哇，能把见钱眼开说的这么义薄云天的古往今来，就捏死起你了！快给我走开！快给我走开！我工作了。谁呀？这个时候打电话真会挑时候。喂，丁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在12点之前交稿的。我当然相信你能按时交稿，因为为了5万块，一会儿我来消失光年曲。没问题，但是别忘了5万块。放心，忘不了。好，那我不跟你啰嗦了，我还在忙，拜拜。 这个家伙肯定为了奖金还没有吃饭。丁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马上完了，最后一张。我啊！丁总，我争分夺秒画的设计稿，你为什么不珍惜啊？这张算我的，你完成了。真的吗？奖金。别担心，奖金少不了你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把饭吃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没吃饭啊？他告诉我的。 妈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你姐没回来，我不放心。你说她都不在那家破公司干了，怎么还不着家呀？八成是消失过年的活儿比较多吧。妈，别担心了，我现在就去店里帮你看看姐，好不好？嗯。丁总，你是不是专门来给我送宵夜的？你想多了，我和朋友吃剩打包的。 打包的，没错。看起来挺新鲜的，不像啊。好了，这不是重点。来说说你的设计理念吧。我的设计理念是这样的：我是围绕冻龄少女容颜的明星来做的设计参考。整体的概念呢比较简约，而且颜色偏暗，但是局部的设计会有点复杂。我会在胳膊上加一些条纹，或者是在腿部加一些条纹。 那人是谁啊？干嘛偷拍我姐啊？又是这部名车，我姐加班有人陪，难怪不着急回家。嘿，看看吧。效率不错，角度选的也挺好。哼，你满意就行。 千万不要松懈，我办事你放心。跟踪你的律师现在已经取消了行动，还有那个言夏在拼命的画什么图，而且丁文孝特别的重视。要不是这次行动差点被发现，我肯定会得到更重要的信息。言夏还在画设计稿，难道丁文孝打算暗度陈仓？ 这活真不是我能干的。啊，我口渴。你先坐一会儿，我去拿。最近好像有人跟踪我，你说谁这么无聊，吃饱了撑的？你坏事做多了吧？我能做什么坏事？对了，公司不是催着交稿吗？眼下现在已经不在了，但下一季度设计稿怎么办？我跟林珊已经商量好了。你还有事吗？要没事，你今天先回去，我有点困了，想早点休息。 我这屁股还没坐热，你就下逐客令了？哎呀，改天我一定陪你聊通宵。行吧，改天就改天。嗯，记得把门带上。这以灵山的功力，不可能看不出是言夏的。 看来投机取巧的方法不行。我果然猜的没错，丁文晓你还真有办法，让离开 DI 的言夏帮你画设计稿。要是让灵山知道了，那会是什么反应？ 只能靠自己学着画了。